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欢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《修剪草坪》这款 Roblox 上面的游戏啊。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很悠闲游戏啊。我是玩这很悠闲游戏啊。我们目的就是在这种拿着修草机，去这边修草，那、就这样。就这样子很悠闲游戏啊！如果喜欢像我这样子很悠闲的游戏的话，记得按着喜欢，还有加留言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玩下去吧。Let's go！ 我们要需要一万多的草啊，才能进去啊。Oh yeah！ 哦，听这声音，听这声音。我天哪，超疗愈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这真的很适合没有啊，需要加油啊。OK 的，我看一下商店有什么。一法者，他妈一法毁人哦！普通多少阶，还有神圣番茄果汁机。好，听起来很不错啊！这我的，这我的，也别抢。而且这声音超犹豫，你不觉得吗？游戏忐忑。这边就游泳好吗？不用忘瞎掰好吗？我看有多少这个游戏忐忑，就400，好的，好，无限忐忑。好，这些草多少被踩完了，我天！上，你跟我说沙漠有草，你确定？沙漠有草？你当那边是什么？亚马逊森林哦？真的，听到这音乐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现在是9:30呢，我都快睡着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推荐玩这种很悠闲游戏啊。差不多吧。可以去沙漠，沙漠的酒不是。去沙漠割草哦！天哪，这个不合逻辑，知道吗？你等我说沙漠里面可以割草，这不合理，知道吗？哪来水？超级仙人掌，我的那只，那只 Portex 哦，有两个 Portex，Nice， 耶！哦，赚钱好，赚钱好快哦！除草，用除草方式来赚钱，多么美好啊！他还有宠物哦，现在怎么游戏都需要宠物吗？这真的很适合悠闲来玩的。如果真的很闲的话，可以玩一下这个。有没有换特推荐打磨最好的时间？这假草游戏真的很好玩啊！这比起什么手游上的分店，这好玩100倍啊！看一下那个，哇，银趴传奇，这最多史诗啊！修罗霸，修罗霸799才会有机会，才会有机会出这传奇啊！哇，真的是特金手游哎！蓝色蚂蚁，蓝色蚂蚁，装备一下哦。这宠物真的能干嘛吗？看见它帮我打一些。仙人掌之类的吧。OK， 在这之前，我们先买一些像这种果汁机、果汁修草机好吗？果汁的草机。2000 years later。OK， 我可以去那个雪地魔法森林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！要记得订阅幻特哎。会每周一不定时更新，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我能把这，好，不行，拜拜。